好，哇哦，经过刚刚的计算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知道 P 的用法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来继续延伸。好了啦，好，第一个嘛，这里都写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好了哈，假设我们是说嘛，A B C D E，好了哈，只要就是三个，OK 嘛？假设这五个东西不一样的，来，不同啊，这不同，OK 嘛？我们选三个牌啊，选三个牌，OK，选三个牌，选三个来排，对不对？排列啊，排啊，排列，不重复，对不对？好，不重复啊，不可以重复啊，有多少种方法？来，有多少种来？不重复，OK 吗？来，我们再延伸一下，到底有几种呢？OK，好，有没有讲过嘛？第一个数对不对？选三个，第一个嘛，OK，第二个对不对？还有第三个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个是讲，哦，可以讲 A 咯，B 咯，C 咯。D 咯，E 对对对嘛，就刚刚嘛。第二个呢，因为不重复嘛，选三个，一二三嘛，不能所以 B、C、D、E 对对？好，以此类推啊，我这样子。OK，这里 E 的话是 A、B、C、D 对对？可以哈。好，如果选第二个、第三个呢，是做好 A、B 选完嘛，所以 C、D、E 对对？好，以此类推，以此类推啊！想到最后一个哈，来，ED 这是 A，B，C 对不对？点点点对不对？那全部有几个呢？好，来，刚刚有讲过嘛，好，全部有几个是多少？五、四、三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A、B、C 的不同里面选三个排列，不重复嘛，多少？所以五乘四乘三，对不对？哇哦，三四十五六十哈，哦，这个是六十，OK。再来呢，好，如果不要用这种五乘四，我们有一个发，我们之前发明一个符号叫 P，对不对？5P3就是60，可以啊。然后就是讲，来，我们来延伸一些观念啊。第一个啊，来，第二了啊，来，5P1是多少？五个嘛，五个选一个牌就好了嘛。OK，五 P 二呢？五个选五乘四，对不对？是刚好等于20哈。五 P 三呢？同学，五四三有感觉吗？啊，五 P 四呢？五四三二等于多少？哇哦，等于多少？120。五 P 五呢？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等于也是120啊，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了啊，看来五 P 一五 P 二，不，好来，再问大家一下，来五 P 零呢？啊，同学，老师，五 P 零怎么办？五 P 零多少？五个里面选零个来排也是一种多少？一啊，我们按计算机可以嘛？可以啊，看一下啊，五 P 零啊，一 OK，五个里面选零个来排。OK，不要选也是一种方法，选零个就是不要选嘛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种不要选也是一种方法，对吧？啊，可以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了，五 P 零五 P 一就列出来给大家。好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注意啊，就这个东西有没有？我们只要从一乘到好，哇哦，讲了五 P 五等于五四三二一相乘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名词啊，同学，这个啊。只要五乘到一啊，一直乘到一，一百乘到一啊，五乘到一，99乘到一啊，这个东西叫做我们有个几号叫五 factorial，叫做五阶乘啊，OK 嘛？一阶一阶这样乘下去，OK 嘛？它是或者是五 factorial，OK 嘛？五阶乘，OK 嘛？好，这个符号啊，就是五到一啊，以后就是五 P 五就是五阶哈。好，再讲一次，五 P 五就五阶。来，我就延伸把它特别弄出来，可以吗？好，N P N 就是 N 阶的意思哈，就是 N 减一，N 减二，对不对？乘上二乘上一，OK 嘛？举个例子啦哈，啊十。P 十哈，以后记得啊。如果是十 P 十的话，我直接写成十阶，可以吗？它是多少？19、8乘二乘一啊，OK 啊，好，这个符号咯，OK，好了，
我们就讲到那个 P 的来龙去脉是这样，可以吗？说法可以啊 ，P 的来龙去脉啊，可以啊，啊，可以啊，从这个故事来的，可以吗 ？P 就 permutation 啊，这个 factorial 这个 permutation， 可以啊。再讲一次好了，有同学说老师你要写出来，你不要只用讲哎，好啦，不要说没有啦，可以吗？同学一场，排列啊，来排列。Permutation， 我把它写出来哈，可以吗 ？PPP，OK，、okay, 好了，就这样。有同学说，老师 ，NN 什么哈？这个哈，好来，那请问一下，来五 P 这是意思啊？来，有同学说，老师五 P 二，你用能不能用接来表示？我看课本好像都用接嘞，没有像你这样嘞。好，课本是课本的 ，OK 吗？我就顺便跟大家分享。5P2 是5乘是一堆，好，但是 20， 不过我们要弄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一堆，好，那5乘4啊，来啊，注意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弄成另外一种形式，来，弄成接来看，5乘2乘1有没有？3乘2乘1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耶，可以啊，好，等一等，好，上面是乘到1是变5接的，下面呢，乘到2是不是3接的？啊，有没有？所以5P2 等于5阶除以3阶啊，好，3阶是什么意思呢？ 5P2 就5就5阶，3就是5减2阶啊， OK 啊，以后就这样啊。如果数字化结算啊，什么时候用到这个呢？就是这样啊，来，所以我们就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啦， NPR， 万一今天是个未知数的话，我们就要这样做啊， N 阶n 减 r 阶 ，OK 吗？来，如果是两，这个是数字的话，如果这是 number， 来强调一次啊，如果这是数字的话，你就直接这样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这是未知数的话，这是未知数啊 ，unknown 啊，啊，你就要这样写，可以吗？你就这样做哈、啊，可以吗？不同的做法 ，OK。如果是数字的话，就这样用横的；如果是未知数的话，你就用分母分子的。OK 啊，好，就这样。